重读寻求自我的各种方法，最少应该多分析那些观察，然后明了自我方以身试法。这精力中心思想讲谈笑抑压，详述如何直接推动这计划，否吧，逐字逐句的去掌握，完全自我，谁愿被锁？明明是有性格，但愿每刻突破，完全自我，研习你方，我却最爱听笑歌，欣赏雨果，完全自我，人像烈火，明明是我对我立誓永。最爱听笑歌。